俄外交部，西方国家应当暂停在欧洲部署导弹。当地时间12月10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呼吁西方国家应当暂停在欧洲部署导弹。李亚布科夫说，相关各方应当在情况恶化前避免欧洲出现新的导弹危机，各方要努力避免欧洲地区出现中短程导弹。他还表示，北约军队在黑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已经违反了蒙特勒公约，俄罗斯方面不会对北约的行动置之不理。